怎么了？我在那四年了，我就得罪。我知道。叫人不叫人，叫那人叫人，叫孙女儿。结婚的，你就是个特结果的学生。两个人带个票来看我嘞，走到北机场审查的时候，女婿审查了以后过关了，他审查那个回去吧，你不准在外跑。你可来了，你瞧。对不起，我最近太忙了，就没来。你照个照片啊，有些地方都错了。因为我暂时的是有限了。没问题，我今天看您是。怪不得我在那四年了，我就得罪。我知道，像人不像人，像的人像人，不吓人。啊，这是棒啊，棒。更难过的是吧？我三个孩子，三个肺癌，两个做手术了。哦。你别走，我得跟你说一个重要的事儿。哎，这现在啊，河南也很有办法，为了整我，能控制住我，他有个啥办法吧？我就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生个女孩，女孩又生个女孩。现在说儿子生了女孩，因为是个女孩，他家不高兴，这个女孩很生气。喝水吗？考上了军校。考了军校。就是郑州。在北疆有一个电子大学，解放军的考上那个大学，
大学毕业上硕士，硕士毕业上博士，博士毕业把他留乡了。他有个台长，他会唱，唱得很好。很多人说你看电文鼓团，但是他妈不见，他妈让学工，那学电修电脑。现在呢，是解放军的少校军官，小孙女儿。结婚的女婿是个特级国留学生，两个人带个票来看我的，走到北机场审查的时候，女婿审查完以后过关了，他审查那个回去吧，你不准在外跑，你的下一军人哭着回去了。从我走十几年我没见他了，现在已经是孩子妈妈了，孩子四岁了。那我就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生个女儿。蛋糕，板凳子，板凳。蛋糕，给你买的蛋糕。呀呀，你不要。我先把衣服脱了啊。你呀。你买去了，我刚扔了一个。没花钱，你要买个做花吧，在这我还能搁这嘞，那我长大还能在这。没事，我下次给你买花钱。我下次给你买真花，这也是花瓶。没花钱。没事儿，高兴就行。高兴吗？你老老实可放到外边去，擦手吧。擦手的。耶！祝您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吹吗？吹啊，吹，吹了，吹，好，好，好，吹了，爸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你能喝鸡汤吗？不能喝，你别走，走了吃不了。那喝吃什么？你等着，是活的是死的？活的，活的，活的有土，有土，摸摸，有土，活的。你看，我知道你喜欢鲜花，活的，活真的。真的，我看，我看不来是死的是活的，是活的，有土，活的，活的，
活来的了。活的好的吧？啊，活的好吧？我知道您喜欢活的，浇点水。我到你这个这，我主要来说，我不会唱歌，我老，我死了，但是这个受罪这个人还没叫更多人知道。我把您写的字儿都给你上网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上网就更多的人看见。你别来家王家男了，你高兴就行，你高兴。这篇文章去掉，这篇文章去掉，换上这一篇。明白了。嗯，不累不累，就删除了。嗯，你不想想，你打到一边去。我觉得你的人呢不讲可以，你不要说瞎话。